理念嘅葉亞冰。咁我今日介紹呢個屋苑咧，就係、喺市中心地段嘅城點。咁佢樓齡咧就比較新，3年左右啦。咁我而家介紹呢個單位咧，係一個高層單位，實用面積232，咁係一個開放式嚟嘅。咁我哋而家即刻去望下個單位先。虽然单位不是很大，但是其实它收租和上车都非常之适合啊。如果大家都喜欢这个单位，可以随时联络我的。下次见，拜拜。